长津湖老兵看到解放军火箭筒，首先问能不能打坦克。近日，电影《长津湖》的原型穿插七连的老兵邹基生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火箭筒时，便问道：“这件武器能不能打坦克？”网友一句话破防了，现在祖国已经强大了，谢谢你们。